准备。采街活动得了优胜奖之后，对于客家文化也有更深一步的认识。初赛中我们化身为可爱的小蜜蜂，在决赛中我们更是在道具上花心思，佩戴的饰品衣服都是自己编织彩绘的童花，每片花瓣中带着色彩，不仅让我们整体显得缤纷，也传达出童花祭典的宗旨。今年我们这支队伍卯足全力，想与各位好手在此同乐。虽然我们不是舞蹈科班出身的，但是我们会发挥观光科热情又有活力的精神，就敬请期待接下来的舞蹈吧。
那我们现在呢？